山的内埔农工，一队是学生多由原住民来组成，也就造就了内农一队独特的原住民特色。一队传统的制服添加原住民勇士的象征，披肩象征担当的责任，而褂裙代表包容的意涵。原住民元素一队就此诞生。
来和大家解说解说吧。